为了将军区一间企业公司希望会当回馈社会，带来更加多爱和关怀。生活在英华市政中心，捐出一千一百阿伯 PM2.5 3D 立体嘴安，好台南市社福团体。由市长吴伟泰亲自颁发感谢状，感谢在地企业热心回馈社会。位于将军区一间企业企业公司，生活在市府关境社福基金会个团体，一千一百盒三 D 立体嘴安，其他也当唤起民众意识到地嘴安的重要性，做到自我防护，不受空气污染。因为我们平常在戴口罩，戴医疗口罩，一天就一定把它丢掉了。但是这种口罩可以让你戴七天、八天、九天都没有关系了，因为它还可以达到能够。几乎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物件无要紧的对。市长吴伟泰也亲自颁发感谢状，感谢在地企业热心回馈社会，市府一定会善加利用这批 PM2.5 3D 立体嘴安。我们一定会善用这个口罩，可以让许多不管是在我们社会团体在照顾我们需要照顾的人的时候，人跟人的接触，避免飞沫传染。在平常。出去外面的时候，这个很多不好的空气，这个时候，尤其 PM2.5 是无色无味的。你现在去外面品尝，你有个挡黑都不是 PM2.5，但是很多 PM2.5 是无色无味。我们还有 PM10、PM 多少，那个实际上对人体都有伤害。关键企业表示，生活当中有各种的环境，都有可能会影响健康。考虑到囡仔佮幼童的无同需求，特别发展出儿童、幼儿等三种类型的 3D 立体嘴安。另外，一般型的嘴安会当保护民众无受到空气污染，以降低各种传染病的感染机会。记者陈嘉生，市政府采访报道。